哎耶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牛逼，选我对面去了，不好整啊！这个安德鲁给他赌对了，开局得进医院装一下，不抓他，有点难处理。先踩个盒子吧。他刷对面那个点，守墓人应该会修吧？我感觉应该是会修的。完了都不修啊？真不修吗？他不修啊，这么怂的吗？那个小虫蛋真的。嗯，是谁呀？好，完了，被勾引了，直接下铲子，可以。我还以为他会下块板子再下铲子的。哎，其实不应该呀，不能换节奏，杂技半血闪现就能把他抬走的，亏。哇，这里有盒子，完了，这里有盒子啊！哎呀，都是盒子。这里节奏很差了，抓守墓人抓太久了。哎呀，都是盒子，好烦啊！武神过来就，其实打针对会好一点。那古神打不了针对，先把他打受伤再说吧。不好处理，他下铲子，还有个铲子，这是麻烦的一个地方。见招拆招吧，要开始控场了。我后悔了，我刚刚应该抓杂技的，不应该抓他。他选的点不对，你知道吗？这人选了一个点，他很奇怪。开始控场，最好是把这个舞女秒在这里了。那里怎么有人站着不动？这个状态他们肯定是会互摸的。我们有时间打那个控场，还有守尸，机会很大。我们带底牌的，底牌速闪无限，可能。守墓摸好了，那应该守墓人过来救了。排一下啊，不是守墓人救吗？是，他应该绕过来了，从那个两百一双绕过去的，要回去看了，能过半吗？哎，有点亏啊，没过半。
都去这一块了。T 墙那边的电机遗产机，为什么修这边呢？四个人都在这里了。T 墙电机不修了他。打一下拉扯，这个人不能守。80的一个电机，机会还有，挂上他再去拦截一下守墓。黑墙电机不修了。阿胶飞轮的打椅子很正常的。压住。哎呀，距离还是没卡好。没有计算他丢球。没有关系啊。三个人都在大门，双床速闪在开门上，怕他个锤子哟！三连空啊，兄弟！他没有肌肉，没有那个叫啥来着？啊，对，是肌肉肌。有肌肉肌的话，这刀打不到。必须得死守双床的树长，怕你什么？古董商点不动门的，这杂技跑不掉的。传回去，还是逃不出我手掌心，对吧？
古神没有志气，这杂技跑不掉的。嗯，投了。